今天校长找我去说，班永贝再没有冲出好成绩，要先解散。现在正式册封你为飞鱼队的教练，手上那块奖牌是我们飞鱼队的精神象征。只要你们泳队有任何一个人敢下去把奖牌找回，我们马林就到你们学校裸奔一下。你们都给我等着裸奔吧。今晚华视优质八点。